冷静点。知道了。武魂殿战队队长邪月，天斗皇家学院御天恒，万蛇凌空，全力拿下对方队长，这个交给我了，我来了。守宗大人说赛场上不能杀人，所以你还活着，还要继续吗？我输了。你还要多久？走开！可以了。文叔，站！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